夜晚可以看到整个尔湾的城市景观，6400尺的大豪宅，顶级的社区，不到800英尺。最棒的地方呢，竟然是主卧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，今天咱们来到了尔湾的顶级社区 Turtle Rock， 咱们来看一个6400尺5房6卫的大豪宅。刚才呢，咱们看到的是进门的大挑高旋转的楼梯、会客厅跟餐厅，现在这里是它大的客厅，还有它的厨房。这栋房子呢，建于1988年，咱们可以看到整个屋内用的东西非常的好，而且呢，它的设计也丝毫不过时。这一排的大的透光的门，如果咱们可以改成大的推拉门的话，那就更漂亮了。整个后院呢，一览无余。在后院里呢，它的这个位置高度刚刚的好，正好呢可以看到尔湾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景观。到了晚上呢，远处可以说是万家灯火，非常非常的漂亮大气。有很多房子呢也有景观，但是它是面向山坡的，就没有这个开阔和漂亮。这个年代的房子呢结构是不错的，稍微改动一下就非常的棒。像这后面呢换成2扇大的玻璃推拉门。然后现在呢沿着旋转的楼梯上来，咱们看到这个主卧，超级超级大的一个主卧。而且呢这个主卧里面还设有了室内的这种观景台，这个设计非常的棒。并且呢它还有室外的阳台。这种房子呢在那个年代都是定制型的房屋，所以每一栋都有自己的特点，而不像现在的很多房子都是几种方案，所有的房子都是用一样的。这里呢看到的是主卧的卫生间，浴缸、站浴、双水盆的设计，然后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健身房。而且呢这个主卧也不仅仅只有一个卧室和一个卫生间，还有一个这样的客厅，也是会通向大阳台的。这么大的房子，这么好的景观位，稍微一改动就非常的棒，而且不到800英尺，值得一看。